下面第二个问题，病症用药禁忌也可以叫症后用药禁忌。这个问题呢，是我们这个教材增加的。这个其实是这个用药禁忌里面内容最丰富的啊，最实用价值最大的一个部分。因为药物都是有利有害两个方面啊，那么每一种药物或者某一类药物，它能够适应这一类的病症，它就一定不适应另外的一类病症，啊，那么这个不适应的这一类病症呢，就叫做这个病症禁忌，在用药的时候就不能使用。那么比如说这个清热药是治疗这个里热症的，那么这个虚寒症它就不适用，对虚寒症就有害，就不能用。温里药是治疗里寒症的，那么对里热症它就不用。泻下药一般是用于便秘的，那么腹泻就不适用。所以，我们以后学的每一味药、每一类药，它都有适合的一类病症，也有不适合的一类病症。那么，这个不适合的一类病症，它不应当使用。这个就是病症禁忌。这个病症禁忌的内容呢，实际上就已经分散在了每一个章节的概述、使用注意当中。我们以后在国论当中学习每一类药的时候，都有一个使用注意。这个使用注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症候禁忌，啊，另外一部分注意呢，就是因为药材的原因，比如说要先煎药后下呀，或者有毒性等等，那个呢不是普遍的，相对要次要一些。所以把每一个章节使用注意当中不适合的病症，把它概括起来，那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病症禁忌或者症候禁忌。在这里呢，只要求同学们呢，简单的把它阅读一下，知道这个症候禁忌呢是什么意思啊，它的含义。那么就是这个，某一类病症，它不适合用某一类的药或者某一西药，这个就叫病症禁忌。那么具体的内容呢，我们把以后那些章节的呢，把它都浓缩到了下面。下面呢，自己简单的看一下。那么通过每一章的学习，那么这个就会加深啊。每章都分散了，所以过去的一些这个教科书上没有这部分的内容，因为它散见在不同的章节。为了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这是临床最多的、涉及面最广的这个用药禁忌，所以我们这里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部分。把它归纳在这个地方，那么前后呼应，这样便于先有一个初步的印象，以后再来慢慢的加深，这样会有好处。所以这个问题呢，我就不多讲。这个第三，妊娠用药禁忌，那么就是这个妇女在妊娠期间，除了要终止妊娠以外，而不能使用的药物，啊，那么这个就叫妊娠禁忌啊，或者要禁止使用的药物，这个叫做这个妊娠禁忌。凡是在妇女妊娠期间，对孕妇本身或者对胎儿的生长发育，以及胎儿今后各方面的有不利影响，这样的药，那么都不能使用，都属于这个妊娠禁忌的范畴。但是在本草文献当中呢，那么首先强调的最主要的还是这个不要引起流产堕胎啊，对其他的因素也是有考虑的，但是有时候强调的不够啊，所以我们这里呢就是这个在这个第二段当中啊，那么这个妊娠用药禁忌呢，主要是避免引起堕胎啊，此外，凡是对母体不利、对胎儿不利、对产程不利、对产后儿童的生长发育不利等等，那么都是属于这个妊娠禁忌的范畴啊。我们这个就是把它明确一些啊，就是有利于这个孕妇的健康啊，保护这个母亲的健康，更有利于这个优生啊，优生为了这个儿童的这种健康，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么这次也是用药的时候要高度重视的。但是，历代的中药学里面呢，把这个妊娠禁忌药呢，那么就分为了两类，
一类呢是禁止使用的，任何时候都不能用。那么另外一种呢，在特殊的情况下可以很少量的短时间的用一点的，前面的呢叫做禁用药，后面的呢叫做称用药。那么一般禁用的药呢，我们就是在这个第三段啊，就是毒副药，堕胎作用比较强的和比较迅猛的药啊，毒副作用强的啊，毒副作用堕胎作用明显啊，或者作用迅猛。那么这个称用的药呢，活血化瘀的药、行气药，这个泻下药当中的攻下药、温里药当中的一部分啊，这样的，也就是说偏性比较明显的，作用稍稍强一点的啊，这样的一些看来没有什么明显的毒性，那一般也要称用。实际上对于孕妇来讲呢，没有必要尽量的少用药啊。所以这个清代有一个医药学家叫周学挺，他就说这个孕妇呢，就是没这个妊娠禁忌呢，没有一定之方，没有一定之药，什么药都可以用，什么药都可以不用啊，都是说他该用的时候他可以不禁忌，不用的时候都是禁忌药啊。当然他那个有他的有一定的哲理，他的意思就是告诫在妊娠期间用药呢要非常的小心谨慎，在不是不得已的情况一般不要乱用药啊，这个确实是一个经验之谈。那么我们在学了这一部分的时候呢，对于具体药物呢，不要求大家去背哪些具体的药，就掌握这个原则啊，原则。那么如果这个禁用的药，比如说是毒药啊，迅猛的容易引起堕胎的，那么我们以后学了以后知道这个药，比如说是毒性比较强的，作用比较迅猛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列为禁忌。那么凡是我们书上说的称用的，有活血作用的，有行气作用的，有攻下作用的，以及这个温性比较强的啊，这样的一些药物啊，不管它在哪一个章节啊，比如清热药当中也有活血药啊，或者其他章节也有，不一定都在那一章，原则上呢要尽量谨慎的使用啊，就掌握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则。具体的药物因为我们这里也是举的一个重点啊，也就是我刚才说的没有一定之药，你比如说有的很安全的，对于某一个孕妇她的特殊的情况她不适合啊，不适合。那比如说这个清代的这个一家这个陈修元很有名的啊，这个福建有名的一代名医，他就有体会。那么很多书上都是说黄芩是安胎的，但是他的夫人用黄芩就反而不安胎，反而引起了流产堕胎，所以他对这个黄芩非常有感受啊。那么就是说不该用的时候什么药都不要用它，包括书上说的能安胎的药啊，这不对症的时候都不能乱用啊，就掌握这么一个原则。那么这个部分的内容呢也是看一下，但是这个中药对于这个妊娠用药禁忌呢，应该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啊。究竟这个药用了以后，比如说那些有的药物引起婴儿的畸形啊这一类的，那么过去呢很少有这方面的啊深入的研究啊，那么这些呢都是临床的时候要高度重视。所以昨天那个不良反应监测的这种报告就包括了这样一些内容，实际上也有对这个药物对这个妊娠期间的不良影响，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啊，加强这方面的观察和研究啊。第四一个问题，服药时的饮食禁忌。那么也就是说患者在生病服药的期间啊，前人往往告诫有的药食物不能同时使用，所以很多患者在医院内就诊的时候，当你医生处完方以后，他都要问医生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不能吃。实际上就说在患者的心目当中，他们对于这个服药时的饮食禁忌呢非常重视的啊，因为它确实是有科学道理。这个服药时的饮食禁忌呢，有时候又叫做死忌啊，就是饮食禁忌的简称，民间呢又把它俗称叫做忌口啊，在这个生病的服药的时候不要吃什么，这个叫忌口，它是都是同一种这个的不同的称呼啊，都这个问题的不同的称呼。那么服药时的饮食禁忌呢，
它的基本原则，第一呢，就是最好不要是妨碍消化吸收啊，和影响药物吸收的一些食物。因为一般的人生病了以后，不管他是什么病，也不一定是消化系统的病，他的消化功能都降低啊。在这个时候呢，最好吃一些富于营养又容易消化的啊，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有的食物呢对所致的病症是有不利的影响，那么这一类的食物原则上不应该用啊，不应该用。因为任何食物按照中医的中药的观点呢，它都有一定的药性，都有一定的偏性，那么它往往有的本身就是药食两用，那么这一类的呢，它可能和这个药物之间啊之间是同样的，对病症有可能有有利的影响，有的是有不利的影响。那么我们对食物的选择呢，最好是对病症有利的啊，这对食物就能够食用啊，就提倡食用。那么对病症不利的这类食物，那就不提倡，那么就成为一种禁忌。那么比如说我们在治疗胃热症的时候，那么食物里面的比如说生姜、胡椒、辣椒，这些都是温性的药啊，它是温中散寒的，那么对于胃热症是不利的啊，不利的。那么这样子一般都不宜使用。那么比如说有这个脾虚腹泻的，有的食物是滑肠的啊，那么比如说这个蜂蜜啦，一些含油脂比较多的啊，比如说黑桃、花生仁啊，就是芝麻仁啊，这样的些都应该少吃或者不吃啊。这就是这个对病症有不利的影响啊，比如说高血压，那么盐啊，包括肾病啊，这个急性肾炎这些盐对病有不利的影响。另外呢，就是这个食物和所服的药物之间有这种配伍经济的，啊，它也有配伍关系，啊，配伍关系，啊，那么比如说，前人说的是，一般比如说服用这个造反的时候，不要喝茶，那么茶的里面的鞣汁，那么就是产生了一种不溶的沉淀，那么降低了这个造反的疗效。其实很多这个药物都不宜喝茶，喝茶的时候都生成一种不容易吸收的成分，所以有这个服中药的时候忌茶的这种说法。这个呢，在对很多药啊也有它的实用性。比如说这个棉麻管仲，它的这个有毒的成分是脂溶性的，那么我们在服用管仲的时候，最好在尽量的少吃这个含油脂高的食物啊，尤其是刚刚服用药物以后啊，那不然的话它的吸收增强啊，那么对人体的产生毒性反应的可能就会增大。那么总的就是这个三个原则，我们书上都讲得比较清楚。那么补充说明一点呢，就是在古代的文献当中记载了很多具体的什么病不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内容非常丰富。对于古代那些记载呢，有的有科学性，有的不一定，可能是一种误传误记，有的可能是把一种偶然的一些巧合或者一些个体的一些特殊反应也把它作为一种普遍的规律。比如说有很多书上本草书上说这个蜂蜜和这个生葱，好像这个吃了葱以后不能用蜂蜜啊，所以甚至把它认为是一种相反，民间的流传也很广。但是现代研究呢，这两个药同时使用啊，这两种食物吧作为食物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所以有的人就推测，要不就是蜂蜜保存的过程当中本身就变质了，出现了毒性，要么就是我昨天讲的蜂蜜本身可能就是有毒的蜂蜜，它采的花粉来源于有毒的植物，那么某一个人吃了以后可能同时又吃了葱，把它联系在一起，把它记在文献上，后来的人又不敢轻易去试啊，不能这个以身试药啊，所以就慢慢的越传越广，那么就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可能是有的。所以我们对于具体的古书上的记载，有的科学，有的不科学，有的呢是部分的患者的特殊的一些反应，没有普遍性啊，没有普遍性。比如说现在有的医生对什么患者服药期间都叫不要吃鱼，不要吃虾啊，不要吃什么
鸡蛋，其实这些都是很优质的蛋白。可能有的个体患者，比如说对虾呀这一类有过敏反应的啦，或者有什么它造成了这些特殊个体发生了比较严重的反应，或者引起一些这种过敏性的一些病的复发啊，比如说过敏性哮喘呀，可能就把它推而广之，认为凡是人服药的时候都不要吃这一类，那么这个可能就不能保证有效的这个必要的营养成分，对疾病的治疗仍然是不利的啊。所以要正确的对待，首先要保证这个基本营养的需求啊，需求。那么对于古书上的一些记载呢，我们要有正确的评价，我们要通过一些研究，正确的我们就比如说古书的水肿不能用盐，那么少吃盐，这个就很科学。那刚才说的蜜和生葱啊，这个就可能就不一定就正确。比如还有这个一些书上说的服用了苍耳子不能吃猪肉，吃了猪肉以后啊，这会怎么呢？那么就是可能起这个引针啊，皮肤引针瘙痒。从现在看来，可能就有的人产生了这个过敏了啊，这种变态反应，可能这个也是一种特殊体质造成的。是不是任何人这个吃了服用了苍耳子吃猪肉都要发生这种变态反应呢？不可能。那么就不能把这个特殊的作为普遍规律。前面这些内容呢，就是这个。我们第二节要讲的啊，这个用药的这个禁忌，用药的禁忌最重要的其实还是第一二。第一当中呢，十八反十九味即它的内容。第二虽然重要呢，已经分散在以后的每一章当中介绍了呢，大家自然就掌握了。至于第三、第四个问题呢，那么作为一些常识性的一些了解就可以啊，在用药的时候加以注意。那么这个下面我介绍第六章的第三节，啊，中药的剂量，啊，中药的剂量也叫做中药的用量。那么首先呢，就是什么是这个中药的剂量啊，或者中药的用量，就是对它下一个定义啊，定义。在目前的所有的中药学里面，每一个药后面都有一个用量。啊，用量，这个用量呢，就是指的中药的剂量啊。因为中药的用量呢，它一般是以汤剂为主，所以汤剂呢是以一剂一剂的为单位。那么每一剂呢是服一天，一般情况，当然重的病也有一天服两剂、三剂的，轻的病也有两天服一剂的。就说就一般情况而言，那么是每一天一剂。所以我们中药的这个剂量或者用量。那么首先就是限定在一天的服用量，这个呢可能和这个中成药或者和这个西药不一样。西药啊，这或者中成药这一些说明书里面的用量往往是一次的服用量啊，那个居多啊。我们在以后要学的中药，每一味药呢，这个用量一般都是指的一天的啊。所以我们给它下一个定义呢，剂量的含量的第二段。就是第二行的后边，中药的剂量是指干燥饮片在汤剂中成人一天内的常用有效量，就这一句话啊，这一句话。但对这句话呢，要很好的理解。第一，它指的是干品，干燥的药，不是新鲜的啊，不是新鲜的。因为中药呢，我们前面讲它因为受时间地域的影响，一般不可能都用新鲜的啊，那么多数是要把它干燥了储藏，所以一般都是指的是干品啊，干品。所以我们今后每个药用十克，某个药用二十克，那么指的是干的，新鲜的呢在后面要注明，一般都要加倍啊，一倍两倍的啊，这样增加啊，干燥的。另外饮片，这是中药学当中的一个特殊术语啊，这个饮片呢，就是经过了加工炮制啊，可以直接进行煎熬的啊，这样的药材啊，这种叫做饮片，就是根据这个医疗的需要或结合到药材的性质特征，经过了必要的加工炮制以后的可以直接配方的这个药材称为饮片，可以直接配方的。而且是在汤剂当中，因为中药传统汤剂最广泛，
所以我们今后见到的某一个药用多少指的汤剂，那么如果说它作为丸剂散剂可能就要小于这个量，如果外用啊，外用啊，是作为这个熏洗剂，那么可能就要增加啊，这个是在汤剂当中，而且后面呢有内服，就是口服啊，外用不一定是这么大的量啊，而且是在一天当中，而且是成人，所以这些限定的条件是非常多的，缺一不可。那缺少了其中的一点，那么在用量当中呢，都要加以特殊的说明啊，都要加以特殊的说明。这个就是记住这一句话就够了，关于这个剂量的含义。但是我要说明一点呢，就是中药的剂量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啊，非常难的问题。所以这个日本有人就讲，中药不传之秘在用量，不是不传之秘，就说一言难尽啊。因为古代的本草对这个问题不够重视，历代的本草书对具体药物没有规定用量，在美味药后面加用量起于什么时间？民国年间，民国以前的药书找不到用量，所以在这方面积累的经验有限啊，积累的经验有限。那么在这个用量的时候呢，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常用的有效量。我们一般的药书上所记载的量，就是指的这个量。对一般人而言，它可以初步的发挥治疗作用的量。所以对于特殊的人群，可能有的会减少一点，有的会增加一点啊，增加一点，这个也是允许的啊。它只是常用的一般的有效的量啊，有效的量，不是它的最大量，也不是它的最小的量。所以我那天讲这个要点里面，在正文里面就不适合规定这个剂量，因为它不能作为一个标准，它可能供参考，包括我们教科书上的量，它因为是一个常用的一个有效量，是供临床医生参考的量，不是规定它必须只用这么多的量。那么你用少了用多了，你就是违反了规定，不能这样来看待，这是要有这么一个观点。第二个拐点呢，要注意这个处方里面药物之间的相对用量，处方当中药物的相对用量。因为在同一个处方里面，传统也是要强调这个相对用量的，比如说八珍散、八味药，那要求每味药是等量的，都用那么多，六一散、六比一滑石和甘草，六份滑石一份甘草啊。那么什么当归补血汤啦、左金丸啦，那药与药之间它都有一个这个有一个相对的比例。那么现代研究呢，同样的两味药，如果它相互的比例不同的时候，它可能发挥的作用不一样。比如说钩藤和牛膝经常在一个处方当中使用啊，尤其治疗肝阳上亢啊，现在很常用的。那么这个实验研究呢，这个钩藤和牛膝在三比一的时候，可能它发挥的作用最好啊，改变了这个比例就有影响啊，对它这个平肝潜阳啊作用就有影响。那么像这一类的研究呢，那么过去可能不是很重视，现在这个研究呢就越来越重视了啊，越来越重视。比如说人参和知母在比例适当的时候，它能降使血糖降低，如果这个比例知母与人参5:9的时候，降血糖的作用就要消失了，消失了。
那么古代呢有这个意思，考虑到要在同一个处方里面，他们之间的比例是需要重视的一个因素，但是过去研究的不深入，有那么一些蛛丝马迹零星的记载。那么今后我们在这方面呢也是要加大这个研究的力度，不是这个处方里面随便两个药之间任意画一个剂量在里面都是同样的效果，不一样。所以有的医生效果好，有的医生效果不好，都是用同一个方，其中可能这个药物之间量的这个比例，也就是药与药之间的相对剂量的处理，也是一个奥妙之一啊之一。不管他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这个另外一个呢，处方当中要考据药物的实际利用量。尽管我们书上对于每一味药规定了它的量，但是究竟人体利用的量是多少，这个对于中医来讲是一个面临的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今后驱虫药当中要学一个药叫做苦楝皮，这个苦楝皮它里面主要的驱虫成分这个苦楝素也是一种有毒的成分，那么这个量小了驱不了虫，量大了很容易引起中毒反应，甚至可以导致死亡。但是这个苦楝素在苦楝皮里面的含量这个变化非常大，在不同的地区，在这个甲这个地区和乙这个地区，在同一天哪怕采同一个年龄的这个树皮同一个部位的，它的含量不一样，它因产地不同含量不同。那么对于同一株树，同一株这个苦楝树采的季节不一样，它苦楝素的含量不一样，甚至于每一天早中晚你把它剥皮，它的含量都有变化。而且呢现在发现这个就是阳面和阴面这个它的苦楝素的含量不一样啊，储藏的时间长短对它的苦楝素的影响都有。所以这个苦楝皮在临床上驱蛔虫用的很多，发生中毒反应的报道也很多，很难把握这个量。在处方里面大家都开20克，但是每一个人对苦楝素的利用量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都是摆在这个中药当中要深入研究的啊，因为这个它受这个药材的质量、炮制、剂型、制剂的方法、服用的方法、储存、采集、产地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处方开的量不等于是患者的实际利用量啊，实际利用量。尤其是儿童、小儿，为什么儿童一般的不能像西药那样子按来公斤体重来折算，中药的儿科的处方的量往往是，你看如果按公斤体重来算是偏大的，而且明显的偏大很多啊。比如说一般我们下面要讲，比如说5岁以下的啊，一般比如说这个1/3的量，5岁以上一般是成人的1/2的量，但是这个按公斤体重来算就偏大了。但是儿童的实际利用量并不大，因为儿童不愿意服中药，尤其是汤药不好吃，强迫他吃并没有吃多少啊。比如说每一剂药熬好以后可能有时候连1/10都没有吃进去啊，所以他实际利用量并不像西药那样，他并没有超过。所以这个需要考虑的，从中药的这个剂量呢要考虑啊，一个是常用的有效量，它是可以增减的啊，可以增减的。第二个呢，这个处方当中药与药之间的相对量，它的比例有时候会影响药物的作用，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那么实际的服用量现在很不清楚，所以中药的现代化可能对这个实际利用量啊能够搞清楚，
可能也是现代化的一个指标之一吧。还是那样子，完全凭经验，有时候疗效就不能保证，不能重复，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这都是供大家思考的一些问题，在剂量里面。所以，但是从教科书、从这个教学大纲的要求呢，就是刚才的一句话：什么叫剂量啊？剂量它就是一个干燥的饮片，在汤剂当中成人的一日的服用量，其他因素变了，条件变了，这个量要做相应的调整。那么这个第二个问题，剂量单位啊，剂量单位。这个剂量单位呢，在前面谈到了古代的一些特殊的剂量方法啊，剂量方法呢，其他的呢自己看一看都能懂啊。这个衡量的、容量的，这样的一些单位，就是第二行有一个方寸比啊，方寸比，那么就是一立方寸这样一个容器来装这个散剂啊，装这个散剂，古方法叫做一方寸比。当然，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一寸的长短是有变化的。它就是当时该历史时期的，比如说现在的一寸，那么就是3.3毫米，3.333，那么这样子长宽高都是这样，那么就是当代的一方寸比啊。后面有一个刀规，那么就是古代类似于那个刀柄尖的有一端，另外有凹陷的槽，用它来装这个药啊。以不散落为度，那么就叫做一刀规啊。这里面呢提到了这样两个比较专业的，其余都能看懂。那我补充说明一个呢，就是古代一些计量单位呢，里面比如说还有一钱比，就是那个一方寸比的比，一钱比。那么古代呢常常用那种铜钱啊，四个字啊，中间有一个方孔，比如说唐代李隆基的就叫开元通宝啊，开元年间造的开元通宝。那么这个用这个方的铜钱去装这个散剂，尽量的往上面放，它不往下面掉维度，那么这个就叫一钱比啊，装满一个铜钱。那么这个铜钱上有四个字遮住了两个字，这个药不掉下来就叫半钱比，半钱比。那么遮住了一个字不掉下来就叫一字，所以有的时候在一些古方里面服用一字啊，就是用这个小钱铜钱来戳这个散剂啊，遮住了一个字啊不掉下来维度。那么这是粗略的一些剂量单位啊，这个是经常能见到的啊。那么这个现代呢，医生开处方呢都是开公字啊，都是以克为单位。但是古代呢，过去又常常是这个四字，就是一四斤呢是500克，500克呢就是那么有16两，那么每一两呢就是31.25克。现在呢都是取这个整数啊，就是以30克来计算。所以一般把这个四字一两折合成，我们现在的处方呢一两就写成30克，一钱呢就写为3克，那么一分就是0.3克啊，以此类推，这个书上有。但是有一个问题，历代每一斤，它实际上相当于这个公字的克数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这个呢也是这个一直有争论的一个问题。那么今后方剂学当中要讲。啊，方剂学当中要讲，比如说讲《伤寒论》的老师对张仲景的一些，那么还要讲。那么为了不和他们发生一些分歧，那么这个呢就由其他学科来啊，我们这里就不再介绍它。那么我们就是要求大家呢，就是说当代的，比如说近代的一些那个斤啊或者两钱换成公字了以后，就取这个近似以三啊，这样子来开处方，不再写。啊，另外呢，随着这个比如说大陆和台湾的交往啊，这些我也可以告诉大家，现在台湾的一斤不是500克，是600克，啊，一台斤，台秤的一斤是600。那么如果说他的，如果我们是台湾医生的处方，那么这个折算就不一样了啊，他的这个也是600克是思路两，
所以算出来量就比我们这个要大一些啊。结算的方法呢是一样啊，但这个呢也是一个大家知道有这么回事就对了啊。在这一节里面呢，重要的是这个第三个问题，确定计量的依据啊，确定用量的依据。由于我在第一个问题当中提到的啊，中药啊，一个是常用的有效量和实际的利用量，像这些呢它都有比较大的伸缩性，那么这是比较客观的讲。当然讲要求高一点来讲呢，就是说现在呢都是不准确啊，不准确，很难把握。所以在临床医生考虑处方剂量的时候呢，往往有很多就是凭经验啊，凭感觉，凭经验，那么就要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当然这个考虑的因素多呢，也是中医的整体观啊。在用量的时候呢，它不但是考虑这个患者个体的一些差异，还要考虑到患者他的所从事的职业，他服用的季节与周围大环境，这是从中医的整体观来考虑啊，有这个因时因地啊这样的一些综合因素在里面。这个呢又是中医这个确定剂量的应该说是一个优势了啊，优势。它不是机械的啊，有多少公斤体重你就用多少毫克的药物，那么这个公斤体重相同的人，由于他从事的职业不同，所处的时间地点季节气候这样一些差异，可能会做一些相应的调整。这个也是中药啊很微妙的一个，也是很有科学道理的一个一种处理的方式吧。这个考虑确定剂量的依据呢有四个方面，我们书上的一二三四十九页和五十页的此外就有四个方面啊，这是重点。那么这个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药物方面，就是从药材本身要有一些考虑。这个药材本身呢，第一要考虑毒性的有无啊，毒性的有无。那么毒性的药呢，因为它的安全性比较低，如果这个用量不注意，可能会造成中毒。所以一般毒药的用量呢都比较严格，按照文献或者按照教材，不能轻易的去任意的增加，不能任意的增加啊，尽量的严格。而且一开始呢小剂量的慢慢的增加，我们昨天讲中药毒性的时候啊，开始慢慢的试探啊，足量的增加，而且不可过剂啊。对于毒药来说，那么对于无毒的药，就是从这个狭义的毒性没有毒性的药，重点考虑的是它的质量的好坏，质量的好坏。一般来说优质的药材，因为它的有效成分含量相对比较高，所以用量呢偏小一点。质量比较次的一些药材，那么它的有效成分的含量相对要低一些，所以就取偏高的剂量。那么这个一高一低，实际上它的实际的量是相等的，对于不同质量的药材啊，那么考虑质量的优劣。另外要考虑质地的轻重，要考虑质地的轻重。一般说呢，这个质地重的用量偏重，质地轻的用量偏小。因为质地重的一般都是一些矿物药或者动物的甲壳骨骼这一类，它的有效成分含量不但偏低，有的是很难溶出，就是说它的利用度要小一些，在汤剂当中。而轻的药物一般都是植物的花叶，那么它的有效成分呢很容易通过煎煮得到充分的利用，所以它一般的用量呢就要小一些。另外要考虑药材滋味的浓淡，滋味的浓淡。
有的滋药物的滋味，比如说苦味或者非常浓烈，那么太苦，比如说太辛辣，很难服用，所以一般用量偏轻。那么滋味比较淡的，对于这个没有毒性的药，一般用量呢就应该偏大啊。那么另外作用的强弱，作用强的，那么一般偏小；作用弱的啊，一般偏大一点。所以首先要从药材本身，从它的质量、质地、轻重、滋味、毒性等等这些方面来考虑。那么书上呢，一般都有这方面的内容。第二个就是应用方面，啊，就是这个根据在处方里面这个药物的目的，啊，医生对它使用的目的。这个目的呢，就是一个是这个选择药物是单方或者复方。一般来说，药物单方或单位用使用，单位用的时候，哪怕治同一种病，那么用量偏大，在复方里面用偏小。比如说治疗肺热咳嗽，都用黄芩，一个是用青金散、黄芩一味药，可能用量就要大一些。那么如果是在，就是在复方里面，因为有同类的药物来互相相虚相使，用量就应该小一点啊，就是看单位嘛，复方。另外，这味药在方剂里面的地位，它是作为主药呢，还是辅助药？一般来说，同一味药，它在方剂当中做君药的时候，可能用量要大一些；做次药的辅助药的时候，用量要偏小。就是我前面说的，比如说四物汤、当归和熟地。如果当当归作为君药的时候，它用于调经止痛，还有既有血虚又有淤血，可能当归的用量就要偏大一点，取它的大量。如果说这个血虚症，它是阴血不足，啊，又有出血倾向，那要以熟地为君药，可能熟地的量就要偏大，当归的量就要取它的小量偏小。所以这个就是在方剂当中的啊，它的地位。另外做什么剂型？因为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中药用量，在书里面都是汤剂。如果是做丸散剂，啊，现在还有什么注射剂等等，那可能丸散剂呢全部都吃进去了，100%的利用。汤剂呢并不能达到100%，最多可能70%-80%的利用，啊，那可能汤剂就要大一些，丸散剂的利用就要这个开的量就要小一些。另外呢，每个药物有很多功效，那么你看它取它哪一种功效，用它的哪一种功效作为目的来使用。比如说柴胡，那么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发汗解表或者发散表邪，那么现在一般认为要偏大啊。如果把它作为生阳举陷啊，或者生这个疏肝理气，可能用量就要小一些。那么，如果我们输上3到10克的量，可能解表起码要用10克。那么，如果用生阳，可能一般用3克、3到5克就够了，根据你的目的。那么，比如说这个槟榔，它能够行气消胀，又能够驱虫。那么，如果绦虫这个槟榔如果驱绦虫啊，驱蛔虫，一般用量可能要到60到120克才能收到效果。用量非常大。如果说把它作为一个行气消胀的，一般可能用10克左右就够了啊，6到10克，最大可能也不会超过15克。它有不同的功效，不同的应用。那么看你的目的是什么啊？目的是什么？那么我们以后比如说学这个牵牛子，牵牛子功效里面有这个竹鼠去疾，实际上是。它不同量的情况下，发挥的不同的一些疗效，有一个量效关系在里面啊。根据用药目的的不同来决定不同的这个使用的量啊。所以这个就是应用，主要是应用的目的啊。这就包括它单用啊，或者复方君药呢，或者辅助药，剂型是做怎么选择，那么这个药做什么用啊，这都要考虑。这是应用方面。第三是患者方面，这个患者方面呢，就要考虑到年龄、性别、体质、病程、病史、子女生活习惯等等啊，多方位的考虑
啊，多方面的考虑。那么一般来讲呢，这个老年人，那么他对药物的耐受性低，所以他量就应该小于这个青壮年，青壮年的量要高于老年人。儿童的量我刚才讲了，那么一般来说呢，五岁以下的四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都可以。那么这个五岁以上呢，一般取这个二分之一，关键看他实际利用了多少。另外性别，就一般情况而言，男性的耐这个体重啊、身高啊，这都比女性要高一些，要重一些，所以要偏大。那么女性呢，处方的量要偏小，这只一般情况啊。那如果说那个原来我们国家女篮的国家队的郑海霞，如果我们在座的一些男同学，那可能他的量可能不但不能减小，反而要增加，因为他的体重本身就比我们普通的这个一些男性还要大一些，要考虑这个是特殊情况了。这一般而言啊，考虑性别，因为这个性别考虑呢，还有女性在平常和这个比如说哺乳期、月经期啊，这些都要考虑啊。在月经期呢，比如说有的药物的量不能太大啊，尤其是一些活血化瘀的药，这些都。另外体质强健的，那么偏重体。体弱的可能一般就要偏小一些，那么病程比较短的，可能正气没有伤，邪气比较盛，可能用量大一点，马上把邪气驱除，有利于恢复。病程比较长的，那么马上可能不能熟效，可能一般用量少一点。所以前人说治久病如抽丝，那么小剂量的慢慢来调理啊，可能这个就急不得啊，不能马上凑效的。另外这个病势比较急比较重，这个和病程的长短其实有相似的地方，也是可以开大一点啊，病势缓呢开轻一点。另外职业生活习惯啊，比如说有的经常在野外从事体力劳动的，可能他对一些祛风湿药啊或者这些药的耐受性就要强一些，可能就要开重一点。那么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坐办公室的机关里面的，可能没有经常经风雨的，可能对一些解表药啊这些可能耐受性就要小一些啊，所以用量就比较轻一点。总体说来，在患者方面呢，考虑的因素非常多啊，这个自己可能还能举出其他方面。另外在此外这个部分呢，就是中医的一个特殊了啊，就是所谓的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啊，在用药的时候还要考虑到我们处方的时间地点啊，时间地点，比如说在温热的季节，在炎热的地方，那么虽然要用这个温热的药，可能都要轻；那么用寒凉的药、清热的药都要偏重。那么反之呢，在寒冷的季节、寒冷的地方，用温热的药可能就要偏重一点，量要大一点；那么用清热的药，即使应该用，也要量小一点，偏轻一点。另外，有的地方气候比较干燥，那么用滋润的药可能量就要偏大一些，有的地方比较潮湿，那么这个滋润的滋腻的药呢，可能用量就要偏小一点，就是中医说的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第三节啊，这个关于这个用量，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吧，啊，这一节就讲完了。